제 생각에는 처음에 한국에서 했던 그 스타일은 일단 좀 공격적인 스타일이었는데 그리고 와서는 이제 좀 팀에 도움되는 역할로 바꿔야 돼서 좀 많이 힘들었는데 이제 해보니까 더 잘 맞는 것 같아요. 팀원하고 호흡 맞출 때는 일단 팀원들이 불러 이제 콜을 할 때 거기 쪽으로 최대한 맞춰서 가주는 편이고 이제 제 개인적인 스타일은 일단 좀 집어넣어서 팀한테 맞춰가는 편이에요. 그냥 결승에서 지렉스 만나면 게임 쉽게 풀어서 이길 수 있을 것 같다. 결승에서 지렉스 만나면은 3대0으로 깔끔하게 이기고 집으로 돌아가겠습니다. 他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打野，就是这个时候该干嘛就会去干嘛。例如，这时候要下眼就去下眼，然后双人线需要帮忙他就会去帮双人线这样，然后也不会有一些就意想不到的东西那种，就算是一个路线什么算蛮有猜测的一个选手吧，大概选手。 大家普遍都觉得我们中间比较弱嘛，所以在对决上可能会有点小失望，不过我们还是有方法可以去克制这样子，就不用太担心。哇，现场是爆出了一阵的欢呼，无极粉站出来，无极上场了。毕竟呢，这个还算是 Toys 这个嫡传大弟子，就是一些云林张卫健，包含了 Toys 给一些意见上的指导，所以大家对于无极这位选手来说的话，当然也是特别期待的。那包含过去跟各位分享一下他们过去一个比赛战绩的话，那当然是非常卓越的。无极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分掉落，那他14场的出战记录里面也只输过一场的小分。抢蛋后期打分数，这支这把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这支不行，一度以为是小炮，刚那支我不信，哇，这支我信，这个可以。 我觉得范正已经被打爆，史蒂也是调皮了一下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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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吉金克斯选了一个这个暴走萝莉吉金克斯，AHQ 组合，中路塔利亚，真的打野老三，打野老三，小叶叶很可惜，哎，小叶很可惜，哇，起 Q 阵，我跟你讲，就差一只，上路只有选纳尔，纳尔，我跟你一定是纳尔，有没有？我猜左边选个坦，右边选个纳尔，哎，呢？卡密尔来，不好意思了，我觉得不好啦，看你啦，我觉得不是很安全。 看你开出来，危险剩7秒，这个母汤啊！最后倒数3秒都锁了，怎么是射呢？示弱了，示弱了，这个就是示弱。今天的第二场比赛，由蓝方的闪亮对上红方的 G Rex 那闪电狼在这一把拿了一个超级后期阵，分析台三位全部票都灌给了闪电狼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看懂了，你看懂了吗？下班投票，他们觉得 A 局会输是不是？这就是下班型投票，他们是觉得 A 局组合会输吗？我不觉得。小安那个吉英克斯 S 5蹦蹦蹦，史迪奇也是看过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来看看中路这一波，无极的位置，转角遇到了母警，母警的速度很快，哎，缓没缓到啊，可惜这个缓到的话，说不定有机会来第一个招式的。然后自己的眼位被交被拆掉了，好可惜哦。对，其实中路配合着阿奇的时候打不太。我要下半部是一个 WQ 连段配牛铃，点燃他上去之后，史迪奇加成反向的一个咻咻，哎呀，严重的失误，这波这边换到舍神，还换不到呢。来看一下，想三层，再叠一个破攻，换不到，科瓦拉没有活了，贝里继续点，准备要拉攻破甲剑，没中，刚刚史迪奇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判断失误，完了，要换游戏玩了吗？哎，换反向的话，哎呀，哎呀。 这个箭，这个一个咻咻咻到S S9去，S9要回来了，我的天哪！有进攻机会的点，我只要没抓到，我就哎呀，又要等3分钟，哪这么多3分钟可以等啊？但是转角被这边魔甩大绝，有甩大的进化解开，但 Maple 互杀甚至并没有慢哦，一个真机把 Maple 的闪现也给逼出来了。上半部打起来了，是 PK 跟哈拉比的一个对决 ，PK 闪现躲掉火元素，来看一下后续一个血量交换 ，PK 架了一个盾，但是哈拉比血量比较有优势啊。 下半部也打起来了，是一个神神的开战，但是进入了肚子里面，史蒂奇往后了之后，看起来是救不了自己的科瓦拉辅助位了。哇，闪电再次针对着辅助来打，又把科瓦拉给抓掉了。我每一次控制都是锁着你的辅助来打，其实哇，其实看起来很单纯，但你在应对上面来说还真的不好应对。看起来他们杀得很简单哎，这个跑上，好来看一下盖墙，哈拉比这一波有闪的，要交闪现，这一集弹回来，哇，弹到了墙壁的。 另外一边，超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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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一个四杀三，胜一定量大。好，胜有大决，来看一下还有朱女进场一次，正选是两个人点来套上去，坦克已经救出了自己的实力，前一定为后面朱女赶到都胜，并肩作战准备进场，然后再加上 Maple 也都挖进去了。哎
胜来了，看一下 PK 的草包要怎么放，然后在二也赶过来之后是进场，这个控制还不错，旁边还有无极在边边做一些血量的消耗，哈拉比这一波看起来火不了了，剩下上面的血量被定成了冰块，哈拉比被卖了，已经拿到了这个击杀，无极还可以追吗？秀飞的伤害很高，把 Betty 的治愈都给逼出来了，哇，整个节奏跟上一场完全的不同啊！现在的话多一个传送，多一个绕后引位，然后贝贝赶过来，真的要打起来，我觉得 GS 都是有优势的。贝贝这个应该算是帮控一下，但是被夹出去配了，这个有点夸张啊！这个真的是捏去腿啊！我是说打起来，你这样没打起来。但是后面无极赶过来了，修飞燕这边木槿没有魔了 ，Maple 也赶过来 ，Maple 这边大绝应该是转好的。贝贝，你没听清楚啊？不是被打，是打起来、啊。打起来。对对对，要有打起来的感觉才可以。但他直接被夹起来配了，他被夹出去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哦，来了，贝贝拿到蓝之后，那拿蓝要做事。这里盖了一个猪圈啊！哎呦，这抱探个级抱着猪女一起出去绕背，要来抓的是 Betty， 看到 Betty 的位置，然后蛇蛇赶快保护后面亮传，这个是 PK 的传送，血红秀秀缓住的是蛇蛇，但蛇蛇这边是有大绝的，目标转到了 Betty 身上之后是二打一的局，母女准备要参战，然后哇，可拉把被吞回来杀掉了，石立青拿到了这个击杀，而后半部没有打出结果来，反而是中路的地方中了一个火元素，目标是无尽的在拖。怎么 ？Maple 已经死掉了，这是一个超威能死亡，我就直接把 Maple 给炸死，然后哈拉比这边又被吞回来了。这一波血源侠拿到三个击杀，无极拯救了这个全局的风向，从下路打到中路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个换一个中路的影响太帅了，太大了，这个起 Q 阵真的是前期很猛，我跟你讲。这个起 Q 真是很强的，好猛！前期的优势非常大。下一波史迪奇一打二，有没有换一个？换一个，把蛇蛇的这个怀表给怀出来了。但是史迪奇交闪，加速点，哎呀，差一下！来看一下辅助救不到，救不到。夸拉赶过来之后，跟木槿的一个交手，舔了三层，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再吐出来。难道这里有辅助？但是他打野的画面吗？贝贝现在也赶过来了，但是在转角时遇到了 Betty， 把 Betty 变成冰块，然后木槿赶过来了 ，Betty 冲往前。直接把乌鸡给贯穿，我的天，这是第二个一打二 ！Oh my god！What was that？ 太扯了！下半部可乐单杀辅助 Betty， 完了，一个打两个。我说实在的，这对 GS 太不利了，进入个大乱斗模式。你的中野被 AD 单杀，但他现在再配上一件火炮之后，威力就很扯了，是就跟过去长得差不多。哇！但是实力现在看起来是开轰了，三下的二杀火箭暴击，暴击，暴击，反身多连锁 ，Betty 这一波危险，下治愈被变成了冰块，直接拿到击杀，连蛇蛇看起来都很难走，盖了一个墙中交闪队赶快逃跑。而这个传送是哈拉比亮的，但最后又自己取消了，直接断了。这波你又看到了半球流的优势，好猛哦！直接一个四抓二，其实这是过去闪电狼甚至最喜欢用的招式。在这场 GX 也用给你看，直接被拷贝过去了，直接被拷贝过去，原来是拷贝忍者，他们先拷贝了闪亮，先拷贝了 AHQ 的体系，再拷贝了闪亮战术，就是打这种边线的杀人局，好猛，对不对？怎么有个蛇蛇绕背？蛇蛇绕，这个绕背我通常什么蛇蛇绕？有了盖墙了，这边要盖墙了，把蛇蛇给卡住，蛇蛇走不掉了，蛇蛇没有闪，抓蛇蛇吗？后面有剩的冰天柱战，但是二这个大绝被采购，角度效果非常不错，一直敲击了对方三个人，然后再的话，木槿赶到了 Maple 也有一个进攻的空间，但是木槿这一波是反身把 PK 给夹了进去之后 ，PK 有机会倒，但是吃了自己队友的保护的技能之后，直接走出来了，后面 Maple 再往前一个护杀顺身。终于把史迪奇的治愈给逼出来了，这么快呢？好像没有要磕到底。结果摸了两下之后，马上退出来，想来抓人了。来看一下朱女的一个开战往前，然后来顶到是牛，是一个闪现 WQ 连段，但是这个冰天柱的效果很不错。哎呀，这个冰这个解开了头戴闪现往后一拉，史迪奇来拉打跨起来狂刀，被 Maple 一炮给贯穿了 ，Maple 插爆了对方的 AD 位，我的天哪，倒下了。闪电这边还活着两个 C 位，这一波 GX 看起来不能再战了。这波团战告诉了你，你的 AD 直接被对方两个 C 位 all in 长什么样子 ？Maple 刚刚两个杀兵往前一个戳，戳到你脸上，然后就带走。我在闪现那个位置，剩的无力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刚刚以为史迪奇杀完人之后要加速了，没有，车还发不起来就被扯下来了，他的脚还在动，就倒了。Oh my god， 双 C 都倒了。哎呀，这波是一个关键人头的掉落啊！难道是一个巴龙局吗？哎呀，这个巴龙看不到血量的、啊。来看看巴龙一万点的血量，有 Maple 有 Betty 两个 C 位都还在四速，好快啊！能不能成为英雄？跟贝贝到底能不能 hold 住这个巴龙呢？贝贝能不能力挽狂澜？来看一下，手上是有重疾的。然后来看看最后一个处理的贝贝啊，不要是木槿把巴龙给拿走，贝贝也跟着陪葬 ，PK 也一样，全部死光光在这个巴龙里面。这真的是一
个 GREX 差不多三闪电七的八龙，就是你有机会拿，因为掉的情况。对，又盖墙。哦，又来了，这波是盖墙抓，闪现的 WQ 这边抓到的是无极，无极的没血，叫这边赶快离开啊！无极被秒掉了，窄口的爆狂暴火元素，以及正前史力奇跟口阿拉史力奇被拖回来了，进入了坦克杰的肚子里面之后出来，能不能拉打呢？是啊 ，PK 进场的 PK 看起来 hold 不太住，来一个猪女甩大绝，甩在是婶婶身上，空战把 B 推走，口阿拉已经没办法保护自己的 A 位，被你抱走。直接把对方的射手位给射死了，然后再 PK 看起来也很难走，一个嘲讽往前，赶快离开，然后坦克基也死了。这个会战真的是又要一休二了吗 ？Betty 还要再来吗？面临到两个坦克的围殴 ，Betty 站着临危不乱了，开始秀了，把贝贝的闪现给逼了出来。哇，站着在一只 A 两个，他用头带来背着猪女的最后一个晕技。是，你看又是一个老招，就是好用。我以前跟大家介绍牛的闪现 WQ。你知道吗？屡试不爽，躲不掉啊！屡试不爽，你有看到这个也躲不掉啊，就根本躲不掉，就是 Oh my God， 怎么这么扯？再一条八龙啊！这个抓人其实是无极想要策划的嘛，我直接盖个墙过去，直接怼 AD， 不会站着跟你怼，他会拉。来看一下这一波狂暴火元素撞，又是撞到金克斯，然后马上就把坦克直接吞给逼出来了。哎呀，一被逼招，马上兵影直接拿到手。狂暴火元素推塔流，太痛了。这时候 PK 还在上路 BD， 有没有？哎，主把爆了，偷起来，偷起来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远古巨龙的 buff， 来看一下这最后一波，出去甩大绝，进化先解开魅火，这波进化已经用掉了。后面的话，无极能不能立稳过来呢？哎、哦呦，这狂老是吞出自己的 AD， 躲过了多连锁伤害，魅火往前一滑，这空大防壁，终于是把人给推开了，自己最后是被顶住了之后，哇，风弹爆了。这一波史力奇活下来，赶快补完血走出来。出来，但是现在怎么样？还有四个人在推珠宝，到底史力奇能不能逆转呢？哎呀，太难了，没办法了，根本点不动攻击闪电狼，2-0拿到了一个赛点。哇！不要！你他妈！停！哎，小英金克斯，小英金克斯，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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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